阿公阿妈就是不妥协，然后就是当然是说不不分，阿公阿妈就说假干爸哦，阿姨嘛就假干爸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你拿来，你看阿黄丽耶，对啊，然后我们这边就代表就发这里的感谢状要送给那个张理事长这样。那就谢谢，因为我打一模后慢慢公司这样。